即做进阶补强本三之三第三题，他说有一张图，已知 AB 等于四 ，BC 等于六 ，C 柱等于五，然后 AB 呢垂直 BC，B 柱呢垂直 BC， 然后直线 L 呢为 A 柱的中垂线，他问 C 一的长为多少？那这里概念就是说我们知道因为它是。L 是中垂线嘛，也就是 AF 等于 2M， 然后用这个 EF 的等于 EF， 然后角 AFE 等于角 2ME， 根据全等的三角形全等性质的概念，就是 SAS， 所以 AE 就等于 2E。 那我们先设 C 为 X， 所以这个2C 呢就等于朱一就等于 x 平方加二十五开根号，然后 b 这里就等于六减 x， 然后又我刚讲了 a 一等于朱一，所以也就列出一个式子，就是像这样，就是这一条等于这一条，所以 x 等于四分之九。